新世纪旅游有限公司，在德岛山庄旅游发挥的配合之下，我们将会推出一个八天七晚的山东中秋之旅，也请本地游客到达山东，特别在9月23号，那是八月农历8月14呢，在著名的泰山下的泰安社举办一个中秋歌舞晚宴，到时载歌载舞，欢乐欢庆不一样的中秋。竹篱奔腾多久未辽阔，古老山东庆中秋之旅呢，行程丰富，旅游景点包括孔府孔庙、蓬莱八仙渡、海口风景区，还有著名的周村古商街、五岳独尊泰山及青岛啤酒博物馆等等，全程没有购物，啤酒晚餐无限畅饮，入住五星酒店和品尝各种不同的风味餐。爱山东，我爱他现在的模样，从远处望一望。